人只要找到生命中的原动力，你就会找到幸福。各位学员，让我们用诚挚的心来欢迎本身老师。请问你跟死者三岛长月的关系是什么？是我经纪人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一起。你说的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明明人是你撞的，每个月要给他们五万，我们自己的小孩怎么办？只要我还在学校，他们就要继续。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，这种事情就一定不会停止。我知道你的外表比较难交到朋友，但是你觉得这样世界会抛弃你了吗？你好，祝你幸福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吃过很多苦终于明白人生真相的普通人。这次闭关得到的讯息很简单，爱是我内在，承认自己害怕寂寞，很软弱，需要爱。这里的朋友是真的，我们陪着你重新学习爱人，学习被爱。我觉得很幸福。不管是我们内部的资料还是网络上，本身老师的资料只有这些。经历了严苛的极限课程，各位就可以成为研习师了。你们不再向我证明，你们在跟天地、跟宇宙展现，你们不一样了。你愿意让所有人都得到幸福的最高境界，当作此生努力的目标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成为西格玛教的守护使者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它发扬光大吗？你愿意追随本生老师的指导，不断开悟，不断提高生命的层次吗？你愿意与西格玛教风雨同行，生死相随，并把它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，谨守对它的秘密吗？